啦，又满地东西了，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到底地上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那边是比较电器区的，就是我喜欢的电器产品，我就把它留起来。那这一边呢，就是摄影的区，那这边是比较。又满地东西啦，好，那 OK， 又满地东西啦，那我们就来慢慢分享一下到底地上有什么东西。那边是比较电子的东西，就是我喜欢电子产品啊，我就把盒子留下来。那这一边呢，就是比较偏摄影的，就是摄影的周边啊，有关摄影的东西，我就把它留下来。那这一边呢，就是充满的 SanDisk 记忆卡。超多，好，那我们接着就要再把东西慢慢的塞回去喽。